请主持人陆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陆遥。首先欢迎情感观察团的成员，欢迎情感专家黄晓梅，欢迎资深律师袁黎，同时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主持人微信，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还有机会获得红包奖励。今天我们的委托人是徐秉仲和滕世磊，他们要见的人叫李鹏。他们三位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职业，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父亲。他们因一个厨房而结缘，在这个厨房里，他们饱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这个厨房被人们称作爸爸的厨房，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有请委托人。欢迎许爸爸和滕爸爸，请坐。主持人好。今天来带了东西是要送给你们想见的人李鹏的，是吗？对对对。哦，是什么东西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这弄个百家衣。哦，这个叫做百家衣。对对对，百家衣。是送给谁的？是李鹏他女儿的。是送给李鹏的女儿。哎，对对对对，上次我去济南时候，厨房去厨房，听病人说，他女儿。病情复发了，在我们老家的一个习俗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祝孩子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他女儿生病了。是生病了。他女儿是什么病啊？白血病。哦，白血病。嗯，现在是复发了是吗？是复发的。我找了很多那么康复者身体状态很好那个孩子，从他家里脚踩的衣服。哦，这每一块布都来自于不同的孩子哈。对，是都是康复者，康复那种孩子。这是我的姑娘，也得了白血病。视频里右边的女孩就是姐姐徐小娜，在2017年的时候被确诊为白血病。左边的女孩是妹妹徐小晴。这是我两个女儿给李鹏的女儿说了一幅画，叫我。带给李鹏他女儿，祝福他早日康复。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心意，健康平安似乎是最普通的祝福，对于这几位父亲来说却是最奢侈的愿望。徐秉仲是一位农民，来自山东省德州市，今年58岁。滕世磊平时靠打零工为生，来自山东省泰安市，今年42岁。原本素不相识的两家人，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过着平凡安稳的日子。天有不测风云，徐秉仲和滕世磊的孩子分别在2017年和2016年确诊了白血病。他们带孩子来到了山东省的医院治疗，在这里一群同病相怜的家长相识了。李鹏就是在这时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他也是一名白血病患儿的父亲。李鹏在哪里？两位委托人带来的百家衣，今天能送到李鹏的手中吗？第一次和他见面，第一次和他认识是在哪儿？还记得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吗？在病房。在病房。对，俺们都住在一个病房，都在聊天，合起来这么着。通过一聊天，我知道他办了一个爱心厨房。从那以后，就天天去爱心厨房。这个病他是长期治疗，不能回家。俺们在那边住的有房子，住的房子离医院很远。他就说了，咱这么爱心厨房，上里边你需要吃什么饭，随便做。你这什么都是免费的。你想这做妈的家庭吧，一个在外边挣钱，就是一个人在那边陪着孩子治疗。在这个情况下，你有爱心厨房，它离医院很近，方便。
白血病患儿的饮食需要格外注意，每天三顿饭都得家长自己做。为了省钱给孩子治病，外地的家长们往往租住在距离医院很远的地方。在认识李鹏前，许爸爸每天要往返几个小时，奔波在出租房和医院之间，而滕爸爸只能买点稀饭给孩子吃。李鹏的爱心厨房不仅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也成了患儿爸爸们的驿站和港湾。我孩子不是在那里，也之前也是在省里那块治疗过，同样也是同样，我爸李鹏本来就是老乡嘛，我们都是泰安的吧。他是孩子住院时候，他说我一说是吧，那边有厨房，你要是没有饭吃，没有地方做饭，你可以到厨房去。从那我们就慢慢认识了，厨房不仅是所有病友都交流，今天谈了你孩子今天治疗什么程度了，往后有什么药，孩子怎么多少饭吃，我们都聚成了一块商量，来商量。因为我们当时我们爸爸都不会做饭，什么时候都不会做的呀的，通过了厨房都既学会做菜又学会照顾孩子。那为什么去这个厨房做饭的都是爸爸呢？妈妈不在医院里照顾孩子嘛，所以就又别人就起了个名叫爸爸的厨房。徐爸爸头发都白了，但是生活的担子没有把你的肩膀压弯，你依然很坚强，你依然记着别人帮助你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节，流下了潸然的泪水。我真的感觉你是一个能温暖别人的人。滕爸爸也是这样，他把细心的把百家衣拿到我们面前，百家衣实际上就是100个爱心呐，100个祝福啊。所以说你们的故事真的让人听起来很难受，很感动，同时呢还有一种温暖。我都很真诚地希望这种温暖给我们社会上每个人都传递一种精神。李鹏一个人的厨房成了一群人的厨房，家长们不仅在这里做饭，也在这里小憩聊天。他们每天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只有在这小小的厨房里才能获得片刻喘息。烟火不灭，希望就在。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饭菜端出去，为病痛中的孩子带来家的味道。幸运的是，经过治疗，许爸爸和滕爸爸的孩子病情基本稳定，他们也离开了济南。听说李鹏的孩子状况不太好，他们十分挂念，搜集了许多康复的白血病患儿的衣服，制成了一件百家衣，希望把这份幸运传递给李鹏的女儿。爸爸的厨房还在吗？我们能否在那里找到李鹏呢？你重逢见人生，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正在行动，我是燕林。接受到许爸爸和滕爸爸的重逢委托以后，我便立刻出发，现在已经来到了山东省济南市。根据许爸爸提供的线索，我接下来呢打算去到山东省立医院附近的爱心厨房，看看在那里能否找到关于李鹏先生的消息。话不多说，马上出发。一上来第一间就是爱心厨房，免费做饭。没人。你好，您知道这个爱心厨房吗？啊，您是在这儿住还是怎么？您在这儿住是吧？那您熟悉这个李鹏吗？他这个发起人。我不太熟悉，您问下边人吧。燕林到达厨房的地址，却吃了个闭门羹。李鹏是不是带着孩子去了其他地方治疗？曾经那个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爸爸的厨房还在吗？演播室里，两位爸爸继续和我们讲着李鹏的故事。在爸爸的厨房里，李鹏就是他们的主心骨。李鹏的家境如何呢？他又是靠什么来支撑爸爸的厨房的呢？那这个李鹏是自己条件很好吗？自己啊，我们都一个样的，本身他条件不好，他家里好几个老人了呀。他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没有工作现在。哦，他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吗？对，没有工作。
主业就是照顾孩子。现在主业就他本身个还个孩子，那个孩子很小，还这老大就这个样，他没法工作呀。说实际，李鹏他也是白血病孩子的家长，也挺困难的。他想到这一点，我感觉他是非常伟大的。个人孩子病，在帮助其他白血病的孩子建立一个爱心厨房，临时病友的外地的一个家，这个李鹏这个困难也是相当挺大的。李鹏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他在天津打工时，女儿查出了白血病，护士劝他带着孩子去医疗条件更好的北京看病。考虑到昂贵的生活支出，最终李鹏选择带着女儿回到老家山东治疗。也正是在这里，他和同为患儿父亲的徐秉仲、滕世磊相识。因为交不起房租水电，爸爸的厨房一度濒临关门。还好，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爸爸的厨房运行了下来。因为都是白血病患儿的爸爸，这间厨房里几乎每天都上演着愁苦和离别。2017年，许爸爸的女儿小娜病情恶化，危在旦夕。病床上的女儿跟爸爸说出了自己的愿望，这让许爸爸不知所措，是李鹏帮他化解了难题。女儿的心愿是什么？李鹏又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呢？这回家，那个孩子心愿他就是，治疗一段时间，孩子那是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想回家见见他同学，见见老师，就那一段这是这个我最困难，孩子病情最严重的情况下。当时李鹏发一个朋友圈，第一个时间一个空姐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报名一个车免费。当时李鹏带着我孩子回老家学校，见同学给这个老师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孩子是最厉害，从过往到现在，你回忆回忆，哎呀，不敢回忆，真是太难了。李鹏不仅联系了免费的车辆，还联系了小娜的学校，组织了一场特殊的重聚。病痛中的小娜获得了难得的快乐，李鹏用爱心搭建桥梁。不只是小娜，滕爸爸的女儿和许许多多白血病患儿都在李鹏的组织下获得社会力量的帮助，实现了心愿。孩子小嘛，想买个玩具嘛，当时我们那时候我们没钱，也没法买，给我买玩具。李鹏说厨房里有玩具，你不得送你这个，送两个，有的孩子说不喜欢这个玩具，慢慢我们就给孩子安排人，我们就统计孩子，你今天要什么玩具啊，你要什么，有什么心愿，我们能完成的我们能帮我们完成，我们尽量给孩子完成。最后我们统计完了，列个表，贴了爱心厨房那个一面墙，有社会的爱心人士各去看，你去的看看，你看到能帮忙完成，他就尽量能给孩子完成那个心愿，了却了孩子的心愿。这个厨房呢叫爸爸厨房，但是刚刚我在听的时候，这个爸爸厨房严格意义上说，它已经完全的超越了一个厨房的意义。里边呢，大家可以在这里相互的去聊天，去倾诉一下，还可以聊一聊说，哎，我照顾孩子有什么样的经验呢？相互的取经，还有一个就是能够帮助孩子去完成心愿。我觉得厨房、心愿屋都在这里实现了。我们知道一句话叫"爱出者爱返"，其实我看到的是，
李鹏这位爸爸是大家的希望，是所有爸爸所有孩子们的希望。然后今天两位爸爸在这里又成为了接下来更多孩子们的希望。我真的希望这份爱能够永远的继续下去，我也希望就像刚刚袁丽律师说的，让更多的人参与进去，能够让这个爸爸厨房永远的存在着。爸爸的厨房里不仅传递着温暖，也传递着希望。李鹏帮助许多白血病患儿实现了心愿，他自己的心愿一定是女儿能够健康。那么李鹏和女儿现在怎么样了呢？爸爸的厨房仍在运营吗？您好，您是住这儿还是来这儿做什么呀？我来给您看病的。看病的是吧？您了解这爱心厨房吗？了解啊。您了解啊？啊，对，李鹏老师。对对对，您认识他吗？认识。您认识他多长时间了？认识今年三月份认识他的吧，小孩住院化疗。他人怎么样？人很好，为人各个方面对我们的帮助也都很大。看您刚才是一直在网上拿这个做饭的东西啊，对对，要在这儿看病，然后住一段时间是吧？对，我们住了5个月了吧？住了5个月了。那李鹏最近在这儿吗？李鹏没在。你们是什么？我们是电视台的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栏目。也是就是当年因为这爱心厨房跟他认识的人，就是也是照顾孩子的嘛，然后就是也委托我们想找他。就是可能年头久了失去了联系。燕林找到了在厨房做饭的一位病友家属，在和他表明我们的来意之后，他告诉我们李鹏的父母就在旁边的省立医院工作，中午午休的时候会回到爸爸的厨房。李鹏虽然不在济南，但爸爸的厨房在爱心人士的支持下依然在运行着。李鹏的家人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消息？演播室里，许爸爸谈起了女儿治病期间最难的时光，当时发生了什么？我女儿在那治疗期间，我也得病了。您自己也生病了，当时是怎么了？我缺营养，不能走路了。都这么严重啊？对，这个白血病花钱特别厉害。本身从农村来的，没有多少钱。当时省点钱光给女儿治病了，我营养给她。我身体垮了。你生病那段时间是他照顾你和你的孩子是吧？对，他就是有几个病友，他组织几个病友轮流，对，送饭，他那些厨房做好饭给送过去。提前问一下孩子爱吃什么饭，哪边给做什么。一碰就说雪哥你放心，有我在，哪边孩子不耽误治疗，这边你放心养病，我特别好。这是咱们村里边人现在处理饭的，还有咱们病友，有几个病友呢，他们的意思呢，不用告诉他，不用告诉你他是谁，我就简单的写个病友，然后用两天。那个情况下，他想一切办法，还害怕我不放心，在这边给医院。因为他自己也是肯定住在医院照顾小孩儿啊。
说实际的，李鹏他也是白血病孩子的家长，也挺困难的。嗯。经过20多天的住院治疗，许爸爸的身体很快恢复了，但是新的难题却又摆在了他的面前。许爸爸又遭遇了怎样的困境？当时我是知道的七个疗程以后，就没钱了。当时是，欠了医院是7000。欠了医院7000块钱。对。就下一个疗程在医院就进不去了，没钱了。当时也没办法了。我那个小女儿呢，她还在小学念书，她不放弃她姐姐的治疗，本身个人带着枣去济南，在马路上卖枣。小女儿。对，她就是卖枣筹钱，她不放弃她姐姐了。当时这个让李鹏，他一看，孩子就，救他姐姐。他有爱心厨房，都是爱心厨房给个家嘛的，就跟一家人一样，就上那去商量这个了嘛。李鹏当时给孩子做了一个牌子，写上介绍，这不孩子就在这个马路边穿那个牌子在那边走。这就是李鹏，这牌子是他自己做的，字是他自己写的，不管刮风下雨，他有时间，这孩子他是李鹏，他就骑着个三轮车，拉着孩子，有时候在这边，有时候上广场上。李鹏不仅帮助许家人一起卖枣，还想方设法寻求社会力量的帮助。有了大家的帮扶，住院的费用很快筹齐了。许爸爸说，为了给女儿看病，他们家前前后后花了100万。如果没有李鹏的牵线，爱心人士的帮助，他们不可能负担得起这笔费用。治病是每个白血病患儿家属最关心的问题，而疼爸爸又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呢？就是帮助我呢，上旁那个呢，联系别的医院转院，当时我在那块可以治不了了，那块要求我们去移植，啊，正好在前方，我们到那边省了一个前方山医院嘛，他那边给联系了医生医院，我们转到那边去治疗的。但当时这个手术要花很多钱吗？加起来将近花了80多万吧。哎，花了80多万。那这个钱家里当时拿得出来吗？拿不出来，难道我当时卖老爷的房子，看一个好心人士像看我一个卖房子，房子没买，给我的钱。哦，也是有社会力量的帮助。对对对对。然后李鹏当时也是帮你张罗转院呐，这些事情。对对对对对。哎呀，那对你来说真的是像亲人一样了。对对，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亲人。爸爸的厨房是一座希望的桥梁，连接着白血病患者和社会各界的爱心力量，不仅帮孩子们解决生活琐事，也陪伴他们度过治病难关。厨房的家长李鹏一直在帮助别人的孩子，他自己的孩子情况如何？他的父母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消息呢？你好，您是李鹏的妈妈吗？是吗？哦，阿姨您好，您好，您好，我们是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栏目的。吉林。对，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栏目。许秉仲您记得吗？许就是，他那小孩叫这个照片里的。哦，知道了。还有一个滕世磊，您记得吗？就同的一个吉林。他那小闺女是在长。是他们两个找到我们栏目组，然后呢他们想跟李鹏见面，然后就可能是因为年头久了失去了联系，然后就委托我们想找到李鹏。
谢谢挺好的。我看您是在那边工作，在医院工作是吗？我是在了这个医院里干保洁。啊。下班的时间我都来打扫这个厨房里。啊，现在下班中午休息多长时间？中午两小时。两个小时啊。行，那我能跟您聊聊吗？能。来，咱们坐着说。阿姨，您今年多大年纪了？我今年62。62岁了。嗯。啊。那这个爱心厨房开了几年了？接近6年了吧。嗯，那您是从一开始就在这儿吗？刚一开始我都跟着儿子在这边给孩子看病。一来到的时候挺多难的，给孩子做饭也没地方，又不叫在外边买着吃。从那以后儿子就租下来了这家房子。当时是俺给孩子做饭，后来在医院里听说人家的孩子也没法吃外边的饭，俺都给他说上俺家做去。李鹏的母亲赵桂英说，李鹏一家人现在并不在济南，爱心厨房都是由他们老两口打理。那李鹏现在在哪里呢？他为什么离开了爸爸的厨房？他住院医治的那几天，他当时没跟我说。有一个病友来这里，都说李鹏住院了，都说捐骨髓的。我从那听见，我3天都没吃饭，我都打电话，我都说去照顾他们去。后来我就说不用。可不是吗？你说您心里着急，但是离得这么远。他说去了也不叫近，也见不了。原来就在前不久，李鹏的女儿做了骨髓移植手术，现在正在术后恢复期。得知此情况的燕林决定先和李鹏进行电话沟通，问一下女儿的情况，争取可以见面。给他打一个电话。喂，哎，你好。你好，是李鹏吗？啊，对，我是李鹏。啊，对，我是李鹏。我是河北一个医院，就是在北京边上一个地方。哦，大概的情况刚才阿姨也跟我介绍了。那您看能不能这样，我们先来找您，看看您现在情况怎么样，跟我们聊一聊，好吧？也行吧。我们下午去看李鹏。有什么需要我们带给他的吗？你给他带个花呗，就是不让他挂在这边。挺好，厨房里反正做饭的嘛的，都在这做饭的都挺好，都拿着咱这个家养。人家做完饭都给拾掇的挺干净的。收拾干干净净。好，一定给他带到，一定让他放心。叫他那个在那边两孩子照顾好，这个厨房里。下班以后有我在这给他拾掇的。好，一定带到阿姨。然后我们就走了。在和李鹏母亲告别后，重逢逝者燕林立刻出发前往河北省廊坊市。李鹏现在的状况如何呢？喂。哎，你好。哎，李鹏吗？哎，对，我是好久不见的燕林，今天中午咱们通过电话的。对，我现在已经到了你给我发的这个位置了，然后我面前的这个是16号楼，你是在几号楼？就在16号楼，我下来接你们哈。好，我在这两个就是打水的机器旁边。你好。哎呀，到的有点晚啊。这么远，你们两个人。我们是下午2点从济南出发的，然后没想到这都这么晚了。太远了，一起过去。李鹏的女儿刚刚做完移植手术，她的身体情况如何？李鹏能够来到现场和厨房里的亲人见面吗？经过治疗，许爸爸和滕爸爸的女儿身体状况良好，情况稳定。基本康复了。许爸爸的女儿正在上初中，滕爸爸的女儿也已经上小学了。他们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平静生活。现在
最挂念的就是李鹏的情况。许爸爸还带来了女儿的一封信，他想说些什么呢？萱萱妹妹你好，不知从何写起，也不知从何说起，在我写这封信时，不禁回忆起当时入院住院的一场场一幕幕，感激的心情油然而生。我们这些远方病友的问候，我们都很挂念你，我们都在盼望着你早日康复。谁都难免遭遇病魔的侵袭，他可能会把你折磨得筋疲力尽，但我们始终有战胜病魔、抵抗病魔的信心。我们的意志比他更强大，病魔在我们面前不值一提，家人的关心、朋友的关心、自己的努力，你将会战胜病魔。我也知道你并不容易，生病的滋味并不好受，因为我曾也体会过，所以我们才更要坚强。阳光为你灿烂，彩虹为你妖娆，群星为你闪烁，月光为你皎洁。只要我们态度积极、乐观主动，自己的努力，很快你就能战胜病魔，赢得胜利。萱萱妹妹加油，我希望你早日康复，一起出去吃美味的美食，一起出去拍美丽的风景，让我们在你康复之后一起去看看这世界之美。萱萱加油。许爸爸刚刚这个眼泪应该是很复杂的哈，可能是既有对女儿的心疼，也有欣慰，女儿这么坚强，这么懂事。作为一个爸爸，可能今天他哭的是最多的时候，因为可能平时他不敢哭，在孩子面前他只能去表现出一份坚强，或者说躲到一个角落里去默默地去哭。我能理解许爸爸这份泪水的内涵和丰富，我更感动滕爸爸实际上在以命换命，拿爸爸的命来换孩子的命。我们有爱心人士的帮助，但是也更有你爸爸的坚强啊。正是因为爱心的帮助和爸爸的坚强和爸爸的伟大，才促成了孩子们灿烂的笑容，促成了孩子们有了明天的希望。加油。接下来请两位爸爸来带着你们今天带来的心意，我们一起来到舞台中央。我们也很想知道李鹏怎么样了，也希望他的孩子能够拥有你们的孩子这样的一份幸运，把这份幸运和祝福传递下去。对对。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有想见到的人，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0431-8581-8307，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主持人微信。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李鹏有没有来到现场。时光流逝，真情永在，让我们静静等待时光之门开启。在我们老家一个习俗是吃白鸭饭穿白鸭衣，祝孩子身体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我两个女儿给李鹏的女儿做了一幅画。萱萱加油。
久不见，现在继续。二位好，我是重逢使者燕林。接受到你们的重逢委托以后呢，我们也进行了仔细的寻找。那最终呢？那最终呢？我们在。河北省廊坊市燕达路道培医院找到了李鹏一家人。现在有一个不好的情况，就是李鹏的女儿的病情不是很好，刚刚出舱，所以需要24小时的有人照顾。今天李鹏就没有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找了很多那么康复者孩子，供他家里脚踩的衣服，穿买牙衣，祝孩子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说实际的，李鹏他也是白血病孩子的家长，在帮助其他白血病的孩子建立一个爱心厨房。你们的心里是不是也有很多的问题，也关心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是。那这样，在节目录制之后呢，我们也会陪着你们去到他们那里看望他们。心里有什么样关心的问题，你想看看孩子怎么样，包括今天准备的礼物都可以亲手送给他们，好不好？好好，谢谢老师。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也很需要大家的帮助和温暖。嗯，是的，是的。把我们对孩子的祝福带给他。好，谢谢。也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健康。在节目录制后，唐世磊的母亲突然生病住院，无法前往河北省廊坊市和李鹏见面。带着大家的祝福，许爸爸和燕林一起踏上了重逢之路。你看我在车上上来，我想我这个岁数我没出个院门，你说高铁我就都是叫人那个服务员啊，或是民警啊，人他给我办手续，我去个票我都去不了。李鹏用过一个词儿，你们是这种共患难的交情。对对对。今天呢，他也是陪孩子在这做检查。哦。侄子哥就在里面检查呢。哦哦哦哦哦。然后我们就在这儿等他检查出来，带着孩子出来，好不好？好好好。心情怎么样？我说实话，我真不想不愿意上这会儿地方来。一上这个地方来，我都回想以前我孩子病的那个情况。我看我是发惨。来了，哎，走吧。
口气，我哭了。这不是忘词了，这状态还行。大爷，今天检查的怎么样？还没出结果呢。是不是早上没吃饭呢？没有。一直等到现在的，饿不饿？有点饿了。我听爸爸说要回家给你做饭，是不是？嗯。那我们一起去好不好？好，行，回家吧。在爸爸的厨房里，李鹏和其他家长共同经历了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此次见面，他们感慨万千。而最好的消息就是，李鹏的女儿萱萱做完骨髓移植手术后，身体状况恢复良好，李鹏一家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们消消毒吧，消消毒再进来。我们所有人拿酒精喷一喷。我拉一个啊，我拉一个，喷鞋底是不是？萱萱来，李大爷给你带了好多的礼物，你一样一样看一看好不好？你看看，你先来看看这个，看，看这个吧。还有这样的一件礼物，一件衣服，这件百家衣啊，就是用好多家人的布料做的衣服。哎，这个好多家人是做一个百家衣，祝福你。谢谢大爷，没事，不客气，不客气。恢复好了就行。你看，你看，这是你两个姐姐合作的，也给你画一幅画。他因为他想念你，他来不了。喜欢这幅画吗？还有给你写的信。啊。你到时候也给他们写一幅吧。现在不用写，别累着，等着你恢复好了，不用写信，直接找你两个姐姐去玩去就可以了。所以希望萱萱赶快好起来，好不好？萱萱也饿了，我们给萱萱做做饭吧，好不好？灶台上不仅氤氲着家的味道，还点亮了生命的火光。爸爸的厨房里，不仅有一群人在抱团取暖，更有社会各界的守望相助。小小的厨房，见证着最温暖的人间烟火。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有想见的人，请拨打栏目热线0431-8581-8307，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主持人微信。好久不见。下期再见。